你注意安全喽。怎么分享呢？哦，注意安全啊。 没抽真空，是啊，现在是有气泡。这真空怎么没做？当初根本就是大的都，你要开一会，你要多少升料？那你多少料也要做，你不做这个。再降一点温度看一下怎么样。降吧，降吧，降吧。降了，是不是降高？是不是有点高了？降了，降没有？